等你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是我等你。今天呢，我们有一个特别来宾。嗨，我是依琳，陈依琳。我们认识多久了啊？不要告诉大家，因为透露年龄，8年。就我这辈子都要一直跟你认识，因为不是超过5年，你就这辈子都甩不开那个人。什么？谁说的？对吧？就你甩不开我。谁说的？依琳她本身呢，对音乐还蛮有研究的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一个跟音乐有关系的挑战。这个挑战呢，在 YouTube 上其实还蛮红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看一段影片，然后配上音乐。YouTube 上面叫做 Try Not to Sing Challenge， 所以就是不能唱，不能跟着哼歌，不可以有任何律动，然后不可以有嘴型。希望你们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挑战。如果你可以完全不哼的话，就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。刚开始觉得好像很简单，可是想一想，让我们平常都会忍不住就是哼一下，对啊，可是忍受一下搞不好很简单。我们来试试看。好了，我们来试咯。好，开始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。原来其实身体会想动哎，好难哦，没有想象中难太多了，因为我平常是听歌，就是习惯要跟着摇摆了，很难耶。然后去，好想唱哦，好想唱，就算不唱我也好想要摇摆，这真的很难，这真的很难。我觉得好憋，我觉得我想这边开着很紧，因为我连看别人表演，我也是喜欢跟着摇摆的，我也是，就是给点鼓励也好。然后我现在好想摇摆，我非常爱跟着唱。不然先想一些其他，就是这种非常好唱的歌，就会很想要跟着唱。其实你现在的内心已经偷偷跟他唱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现在脑子就是那个歌词。我也是，其实我歌词要下一首。哦，这太难了，我好想动。来了来了来了！哎、欸，不能动吗？不能动。好，我觉得重点是不能动，因为我心里其实有偷偷跟他唱。为什么？但是身体不动很痛苦。好难哦。哦，看 MV 又更想要唱。然后旁边人现在动，更想要动。他现在动得很开心，他很 free， 律动爆发，很过分。哦。好想动，因为他那个节奏，我好想跟他。安全感不够啊！我不能唱。哎，这很痛苦，这很痛苦。我像长猫合音哦，差点，真是差点。哦，我喜欢这一段。哦，我喜欢接下来这一段。怎么办？好想，而且想动哦！哦，还好他把那段剪掉了。No， 我想跟他做那个动作。这一个超邪恶的，可以做动作吗？但是我没有跟他律动，可以吧？我可以跟他那个一起把冰山还是城堡？城堡。好想跟他做动作，可以吗？我想做那个动作，因为我每次在车上听到这首歌，我也会忍不住跟他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太邪恶了，这个很邪恶，谁想的？我想跟他做那些动作。哦，是。你知道我每次都会那个。我也会。来，而且我很喜欢。而且一定要这一段。对，一定要这段。而且好想跟他一起唱配乐，我很喜欢唱配乐那个。看他最后一句，真的太难了。No。这是我们年代的歌。不是，这是我姐姐的年代。这是我们年代的歌。baby 时期的歌吧。哦、oh no， 来了，我好想唱哦。这真的蛮痛苦的。没有，我现在在忍耐。好分累哦，我好想唱哦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等一下看完这支 MV， 我们就怒唱 K， 去唱 K， 马上去演唱。然后我现在心里跟他唱很开心，好开心。可是你。在脑中开自己演唱会，我现在是 SHE 的一名。天哪，好可爱他们。哦，真的好久以前哦。对，你很爱合音，我又不会合音，不想听到，不想念。No！ 不行，我不能掰。其实我想唱，但我不能掰这首歌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想死哦。我刚才想跟他讲那句台语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是。
他们哦，姐妹们，我那不小心一点点，我刚才说也不小心。然后我就邪恶，这个应该全世界的人都会跟着一起。谁有办法 ？Oh no！ 哦哦，好想唱啊！其实我现在已经唱了。我真的觉得要听一首歌不跟着他唱是一件太难的事情了。他来开演唱会喽！对啊，真的，快点跟着支持。好像而且会想动哎。我刚刚很喜欢那句那个。而且我就越来越热，我有 ，Oh no！ 但我不想动了。我们两个都动了啦！我们两个都动了，后面不能我已经默默。And I still believe， 一定要唱啊！对，啊，我不知道我们到底唱。反而是听一辈子的那种歌，越想唱，就是最近，但是中间那些张惠妹的那种歌哦，这太值得跳了吧？你看后面的人打鼓，你不想跳吗？你好，对着他，我是一定要唱啊！你对得起他们吗 ？Shakira 会难过。对，你对得起，而且你不看他们跳的动作，你对得起他们吗？错了。我觉得我刚刚啊，丝丝那一关我真的差点过不去。感冒用丝丝，在丝丝前我都觉得我还表现得不错，但是丝丝之后我整个就是，我觉得最难的应该是 Shakira， 因为你太想要跟他动了，然后你他 Shakira 那么的热情，你就觉得面对他也不跟他嗨起来有点过分 ，Twice 大破功。TT 真的很邪恶、啊，那个什么、啊，冰雪奇缘哦，冰冰雪奇缘那个，冰雪奇缘很邪恶、那個。就是哦，现在可以吗？可以了。Let it go， 就刚才那个一起，他们看不到我们现在流多少汗，我流好多汗哦。哎，这真的很难。我真心，他那时候跟我说要做这个的时候，我想说，不唱歌有什么难的？因为对我觉得其实蛮好忍的。然后我自己在家里也觉得我好像可以做这件事情，其实我误会了，可能我在家里就默默跟他唱很开心。你们赶快在下面就是留言让我知道说你们表现。可是真的跟你们朋友玩这游戏，这是真的很难。我真的真的之前觉得一定很简单。对。他跟我讲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为什么要找我做这件事情？就赶快找跟你们一样就是爱听音乐的朋友们来做这个挑战，然后再告诉我所有人在哪一首破功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在下面帮我按一个大拇指。然后呢，请到依琳的频道，还有个 YouTube 频道，也有粉丝团会帮他 key 在这边。然后呢，照惯例呢，我有 Instagram， 然后我有 Facebook， 所以你也可以在这边找到我，抚摸我的旁边这颗球球，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抚摸，你确定这是抚摸的动词吗？好啦，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喽。